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那宝箱先捡。又一个存档点的，那我们先。御史枪手，你们先逃，我。不行，啰嗦，谁也不逃。哎，还有一个。好，我们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前进好了。我想说这边，想说这边做一个简易集啊。我想打凶兽。啊！糟糕！哈哈哈哈！你们可真会躲，这次看你们往哪儿跑！不好！首领。他们果然在这里。什么怪物？走，快走！真难吃。喂，他是不是在看我们这边？好像，好像啊。这才是食物。好香啊，食物，好久没吃到美味的食物了。小微笑，他一直对着我们流口水。什么时候我们竟被困在结界之中？要是把山上弄得太脏，那人又要啰嗦了。哦，面对巨大的敌物时，每个回合行动判断需小心应对，注意画面左上的战斗任务讯息，并适时移动区域来避免遭受强大的攻击。某些敌物亦会使用对应的见证原理系统，若持续使用该系统，反而会助长敌人的攻击。好，其实大师已经打过一次了，我现在其实打第二次了。好，再来吧。得罪了。有点少哎，以防万一。因为在本站呢，只要有人不死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技能——细雨的群体攻击。痛哦！我是不是装备到元灵的招式啊？有哎，现在都不能用。难怪会打这么痛。失礼了，失礼了。好痛。请给我指教。来，你来。
都没有露脸加成。不要舔我！必须阻止！嘿！哦，好险！我以为要死了。OK。700。失礼了，还有时间。几乎就是望舒使用这一招，露脸攻击才会加一颗星。细雨将会死啊！剑阵要发动了，万般皆法，剑鸣长空，六会尴尬。开启的话，我们才可以赏他的大招，应该是啊。好，我们先再攻击一次吧。为什么被扣血啊？很讨厌呢，这个。我是希望我露脸攻击还没蓄力完成之前，先不要发大招。
拜托啊！哎，为什么扩血越来越多啊？怎么回事？其实我现在很紧张。请多指教。太棒了！奥恒跟天道无常，我行我道，跟神女都可以召唤出来了。神女，给他最后一击吧！拜托啊！万般皆法，剑明长空，六会。耶，伊娜，没有人伤亡，太棒了！哇，好看到吗？玉墙之怒，网络上攻略是说你一定要没有人伤亡，细雨才可以得到这个招式，要不然你拿不到。听说还在打一场。小心！小飞象，猫叔姐姐！小飞象，猫叔姐姐！新宇宙就找人来救你们。这植物摸起来好清凉，果实里面是水吗？也许可以服用。喂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我都还没跟你好好道谢，我们还要一起走出这里。未时已到，碧水铃兰此时应已盛开。难道大哥哥，大哥哥，你是神医吗？
蛮蛮，你表现得很好，竟真带我们找到神医了。没想到传说中的神医云青竟长得这么俊。云先生，我俩专程前来，还望你能赏光与我们同行。不错，看你文文弱弱的模样，若是不想受到皮肉之苦，还是乖乖听话吧。蛮蛮不愿受到你们的意识，将玉简交出，然后滚。臭小子，没听到我们说的话吗？神医哥哥，危险！李刚，你可要轻点，云先生在九州的身价可是无法估量，若是不小心伤了，恐怕有很多人会找你算账。放心放心。好，那我们分两集好了。好，喜欢频道，欢迎到频道主要放图片按个留言，欢迎到粉丝按赞以充最新消息。右下角的订阅按钮，记得把它打开。这样我更新影片之后，你可以随时追踪到第一手消息。谢谢大家，这集收看，谢谢，拜拜。